大家好，呢个环凤街啊，双凤街街市啊，上面停车场。咁咧就今日咧，依家七点钟，朝早七点，2024年咧六月四，咁咧就朝早七点，啊食粥，今日要食豬紅粥。豬紅粥，咁咧，因為點解咧？呢度香港啲豬紅咧滑好多，美國咧食唔到嘅，美國都有豬紅嘅，有得賣添，仲話新鮮豬紅添，血淋淋，但係咧好硬嘅，好硬的。咁然後佢處理過咧，就咧你點整佢都係硬骨骨。咁你美國想食滑嘅咧，就係、是、鴨紅佢就滑嘅喎，淋淋地咁啦，就會食到好似香港豬紅咁嘅質地啦。咁其實早30年前啦，可能30-40年前啦，咁美國啲豬紅都係好滑嘅，好滑嘅。後屘又話啲咩嘢衞生問題咧，要你整鬼過嘅，要做加咗工處理之後咧，就唔滑啦。咁就話衞生啦，係嘛？跟住啲河粉都係噶，美國啊賣河粉咧，本來就你整好擺喺度咧，跟住去拎去賣你啲店鋪主咧，就好滑嘅。後屘又係唔得，又係要加工咧，就話會衞生啲，衞生啲之後咧。就冇食 ，OK。咁啊嚟呢間咧西記啊，咁啊豬紅粥咧梗係，哎呀綠豆鹹肉20啫，再加冷熱飲啊，我可以買冷熱嘅燒嘅冷熱，佢又即熟粥咧。嗱，呢個可以配豬紅粥，咁我應該豬紅碎口嘅，我中意呢個26蚊啊。咁啊，下邊就可以加就加4蚊，即係你加鹹蛋啊，再加豬紅乜嗰啲加4蚊，咁就再加6蚊就有鮮幻魚片啊，咩鍋蛋啊。都得，買呢啲就生品，30幾佢啊都係平嘅。咁就腸粉咧，應該整個炸量食下咧，陣間，係嘛？炸量18蚊擺嘅，咁有啲葱花就19元，啊仲貴喎葱花版，啊葱花貴過油炸鬼。嗱，咁呢啲牛腸、豬潤腸啊，都係18-19喎，唔貴 ，OK， 唔貴。咁會唔會豬潤腸啊？正啲個豬潤腸，我見得得唔得？好，豬潤腸。咁咧就依度就牛脷酥、鹹煎餅嗰啲試咗啦，唔使試，油炸鬼唔使試，因為喺美國咧啲牛油炸鬼咧都 OK 嘅，超市。超市你去叮翻佢咧係 OK 嘅，即係焗翻啊，攞焗爐焗翻，咁亦都有新鮮油炸鬼嘅，唯獨嗰啲牛脷酥鹹煎餅就麻麻地 OK， 咁啊弊啦，喺香港食啦，食咗啦 OK， 已經滿足咗啦。喺度啲腸都係貴啊，18咩啊 OK， 咁啊試下，哎呀！門口咧，你話門口啊，西記啊，唔係好多人，坐邊單人咧？哎呀，我睇電視呢度，睇電視。